陀中花要女儿出体验放松，就是有那种热忱，就是很想去试试看，想去挑战看看。对，所以他就得到了一个角色。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？昨天晚上隔壁好吵。这位幸运的女孩因为热忱，竟然得到和陀中华在公司人生剧展加盖春光演戏的机会。更劲爆的是呢，现实生活中她跟陀中华对了11年的戏，因为她是陀中华的女儿。从小有看过爸爸演的戏吗？有啊，像报告班长，还有 TP 狼，还有孤恋花，还有这部戏，就觉得她演得很棒。谢谢。那爸爸平常会教你演戏吗？会，当时我们在演加盖春光的时候，他就是因为我当时压力很大，他都会来帮我，就告诉我不要太多压力。那他平常都怎么教你？除了教你不要多压力，有没有一些技巧啊或什么？其实也没有哎，就是很生活了。嗯，就是跟他讲，就是说表演就是放松，放松的话是最好的。苹果欲让赖，有老爸照，导演也不敢凶你啦。报道。戴森温馨提示：今日天气转凉，戴森 J Focus 喷射控流技术，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